色，雪纺面料啊，雪纺面料来了 ，indigo blue 加我身上的黑 ，OK， 扣是 ZTX 79，价钱是89，整件面料是雪纺面料 ，OK， 后面啊。身体的部分呢、啊、是有来临，上半身这边呢、啊，这个拍呢、啊，它这边这样子啊，怎么说呢？来给你们看先，前面富盈的来临，后面的话是一半啊，就是这个拍啊 ，rubber 啦，是这个拍啊是没有来临的，看到吗？这个拍这一边是没有来临的，身体这个其他部分是有来临，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啦，是袖子这边一样是有 rubber 啦，是它的面料就是这样子，很像碳布质这样子，是它面料的 texture 来的，不是碳布质还是瑕疵啊，是它面料的款式，也很少厂家会用这样子的面料，因为这样子的面料啊，它的那个。啊 ，cost 成本会比较高，袖子一样用了这样子大片的松袖把袖子。那这款式啊，其实如果你们根据尺寸的话，我是可以穿的 S， 可是我这里我会选择带走 M size 啊，一它这面料是有弹力加上雪纺面料嘛，我们就是要穿这样子比较垂垂的那个效果，垂垂的那个效果才比较好看。虽然我穿的 M size 肯定是还有空间，我这里的话我也是会选择带走 M size 我这个款式。所以说那些说比较说不喜欢穿蓬松的，你们可以。根据尺寸下单，那么你说整体要穿起来比较有这样子垂垂的效果的话，建议你们平时穿 M 你就带走 M， 然后穿 L 你就带走 L。虽然你看它、啊、虽然是尺寸大，可是穿在我身上它不会有那种好像说好像穿不合身的感觉，是完全不会啊。这个它的特点是在于它这边肩膀这边它是这样子的啊。肩膀这边是稍微是比较透的，一热耐力是在身体的部位前后都有，然后后面一样嘛、啊，它也是用了这样子的面料，所以说整体看起来呀、啊，这边它是袖子，然后这边腰法这边他们是用了一个这样子的面料，不算是面料，它是好像车了可以拉伸那种 rubber elastic 的感觉哈、啊，这边哈、啊、它是可以拉伸，身体部位其实是拉伸不到了、啊，因为啊在这一边啊这个没有这一个折折的部分。后面前面还有袖子是没有银的哈，所以你跟我的尺寸下单，我会建议啊这个款式啊，我会建议你带走 M size 啊，我现在是穿着 M size 啊，跟以往不一样，它一样的尺寸，面料是属于一个纯新，袖子方面呢是属于一个七分袖啊，所以说把盖子的遮完，然后就它就不会弄得太长，所以你比如现在你有戴一只手表 accessory， 它你不用特地拉高，它就已经可以弄到它。其实这个上衣如果你有那种白半裙啊，长那种 midi length 的半裙是非常好看的，加上啊，如果你有一些 dinner function 的话，这个是非常的适合你要搭半裙，因为今天就没有那个半裙，所以我们就搭不到给你看那个效果，所以说。我放衬衣呢，你们可以选择搭半裙哈，这个上班西装裤肯定搭得到了。我身上这个是blue indigo， 就是有点带蓝比较多，带蓝比较多，然后带一点紫色这样子 ，blue indigo 很特别的颜色，之前是没有过这样子的颜色 ，OK 啊、S 到 XL 啊、如果你要把那个带剪掉，一样是可以像这里这样子啊，它把它藏在里面了、啊。对，我是觉得藏里面。它这边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它就算你藏在里面，它这衣领还是会豁在那边。你看这里这样子啊，我记得，因为它绑了反而会觉得，哎，没有这么的好看。对我反而是觉得这样子哈、啊，会看到你的领啊，它会形成了一个小 V 的感觉。我就觉得剪掉好了，挨着剪掉，不要剪掉，你们就这样子藏在里面就好了。它就形成了一个 V 脸，整体会有比较显瘦的效果。所以说，跟我的尺寸下单，我建议你们带走 M， 毕竟sorry， 如果是说跟着尺寸的话，我可以穿到 S， 可是我这里我会选择带 M， 因为我这样子的面料。我就比较皮肤穿宽松，有那个垂直感在那一边就对了。对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， 基本上穿的时候你不打印，它就有那个打印的效果，一样让我把那两条纱躲在里面。所以这如果你不想绑 ribbon 之类的，你直接把它剪掉 trim 掉就好了。袖子这个 part 就没有 lining 啊，身体的部分是有，前面整个 part 都是有 lining。后面的话呢，这个 part 是没有啊，这个 rubber elastic 的 part 这个是没有，可是。基本上身体的那个 part 是有的 ，OK， ZTX 79，价钱是89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上班搭西装裤搭裙子都很好看的一个款式。我快速的去换来了，来了它的最小的码是从 M 开始啊，我穿出来给你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？它是有一点带紫色的，是来了的。
的，对吗？对，这个是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式啊 ，OK， 所以说今晚的这个款式来的哈，这个那些说考虑着要加单的 ，OK， 赶快哈。显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这个来了它的 OK 色泽哦。那主播现在是穿搭一个码，对你们看那个效果，因为这种面料穿搭是 OK 的，所以说平时你是 M 你就拿回 M， L 就拿回 L 哈。现在来了它呢，我是穿大了一个码，因为我身上这个颜色呢最小的码子啊是从 M 开始，显白的话就是这个来了它的，所以那些不想穿贴身，你穿大一个码是 OK 的 OK。它是很浅很浅的紫色这样子啊，有点非常非常有点浅又带银色，有点带会觉得好像带粉的感觉，其实它是带紫。对了 ，OK， 我身上的 Lila Color 啊 ZTS79， 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式啊，整件是雪纺面料，近看多一次它是全新的面料来的哈，我们之前是没有用过这样子的雪纺，很特别啊，这个、不是烫不直啊，对，它是比较高档的面料来的啊 ，OK， 它的、哦、如果你们常常去找。dinner dress 啊，他们会用这种面料，所以它是比较高档，然后是价钱方面它是比较贵的这样子的。NHDD57 剩下黑色而已。Charcoal black， 对了。啊，剩下 charcoal black 而已，剩下黑色那个灰黑色。OK， 我身上的 lilac color 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式 blue indigo 黑。我身上那个上衣吗？是 ZTX79 啊。还有我身上的 Lilac Color ZTX79 价钱是89 X 到 XL， 没有的话我们今晚的直播间到此为止。谢谢你们，已经是11:11了，哇，双十一了，记得什么一时间是11:11双十一、啊、我很喜欢这个时间的，因为人是11:11一整天里面是没有其他的时间会这样子串在一起的，4:1，记得下个星期这一个礼拜买不到我们的 pencil skirt 的，因为我们的 pencil skirt S 卖完了， M 卖完了， L 和 XL 还剩下那几件而已，所以那个 pencil skirt 这个礼拜买不到，请期待下个礼拜。下个礼拜还有多一个款式，还有多一个包臀的短裙，所以说下个礼拜请准时7:30，星期二7:30哈。下个礼拜啊，尽量准时开播哈。然后下个礼拜还有一个爆款回货的上衣，总之这个礼拜买不到我们那个半裙的，要来抢 fitted 的那个 skirt 的半裙的、啊、尤其是黑色，因为很多顾客买不到，要 SM 的 SM 的尽量就是说手直播下直播直播 OK， 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个星期二晚上7:30见、你 inbox 下单好吗？你 inbox 下单哈 OK， 谢谢大家，晚安，周末愉快，我们就星期二晚上见，晚安，拜拜，我可以收工了，请问你的黑色 S 收了，我按了黑色 M 收了，好嘞。